喂，大家好，我是 Casey 啊。今日咧，我就要试一样嘢，就系关于M50 呢个系统咧，最大我觉得最大嘅问题咧就系电，佢啲电咧用得好快。咁尤其是拍 timelapse 嗰啲咧，你一嚿电咧，通常只有拍一条片，唔知点解会特别快嘅用电。咁样咧，我一直就系闹紧 Canon 咧，EOSM 咧系冇咗嗰个假电，用到假电。假电咧，其实以前我用1DX 嗰阵时咧。5D Mark III 嗰時，佢全部都可以用假電嘅，咁佢就側邊有個掩，可以俾搣開佢咧，咁你可以攞嚿假電落去。咁假電佢應該叫直流電適配器。咁嗰啲炒落之後咧，你就可以插火牛或者係插尿袋得。嗱，尿袋咧。在香港個喺香港 Canon 咧係買唔到嘅，插尿袋嗰啲係要自己做聲壓，咁喺淘寶嗰度咧就好多。咁今次咧我就買咗呢樣，嗱呢嚿呢個已經拆咗箱噶啦，因為我要試咗得唔得先，如果唔得攞翻去。嗱，後邊有個窿嘅，呢度咩都冇嘅。有啲截片，咁個名字就咁多啦。咁佢成盒嘢咧就係咁大盒嘅。咁有咩嘢咧？嗱，頭先嗰粒假電。咁咧，另外咧，佢今日嘅 adapter， 呢個 adapter 係三腳嘅。咁佢送香港咧，佢又俾埋三腳嘅。咁其實最主要咧係咩咧？呢個咧係要出到5W3A 嘅。我哋而家充電嗰啲咧就0.5A 啊嘛 ，iPhone 就0.5A 嘅嚇。咁樣就iPad 嗰啲2.1A 嘅。咁但係唔夠力嘅，佢要用3A 或者2.7A 嘅好似3A 啦嚇，就要用呢只。咁另外咧，如果你唔插火牛咧，咁你就要一嚿電。咁我用開咧就是、牛魔王嘅，好耐呢嚿電，我諗有好多人都見過呢嚿電嘅。呢嚿電有一個好處喎，我嗰陣時我嚟拍黑房，咁就。換電好麻煩嘅，因為你唔著得燈啊，開曬啲相紙啊、菲林啊嗰啲咁。咁呢嚿電咧插咗係真係拍曬，拍到差唔多冇電，一其實好少啊，得三格嘅，佢顯示燈得三格，另外一格都係仲係有電供應緊，係源源不絕嘅。但係如果用小米嗰啲咧，佢耐唔耐佢就冇咗停咗噶。唔知點解喎，咁啊，我覺得呢個可靠好多，即係大牌子雖然係貴啲，咁啊可靠好多。咁呢個最主要點解用呢嚿電咧？因為佢最主要有個原因，佢可以輸出2.4A， 唔知咁細啲字喺咩度，佢輸出2.4A。咁又可以推翻喐呢個假電，咁正主角嚟啊，就係呢塊，好翹口啊，唔知點解咧，即係大陸唔專業嘅一樣嘢就係佢求其執到咩，佢就揾啲乜包俾你，即係好用心，但係好唔專業嘅。咁整個金色咁嘅袋咁點啊？聖誕節膠頭，
咁啊，就跟個說明書，有英文，有簡體中文。嗱，咁佢呢度咧其實有寫嘅，咁佢呢個咧就叫做 USB 智能聲壓線。咁輸入咧，如果你個電池可以插到 QC3 咧、QC2 咧，即係5W 至6W、2A 至3A 同埋9W 2A、12W 1.5A， 咁嗰啲咧就可以推得起噶啦。咁呢個係咪咧？Output 2.4A， 係啦，可以 2.4A 就應該推用，即係 2A 至 3A 咁就推用。其實我試過得嘅，咁就係呢最主要就係呢嚿嘢。其實有兩隻嘅，呢嚿咧就大嚿啲，大條線就長啲。咁佢一個 USB 頭啦。咁另外咧就係、是、個浸腳，浸腳。咁佢個電咧都係浸腳。嗱，原來 EOSM 咧，我鬧錯咗 Canon。佢因為我睇佢原裝嗰度咧，配件嗰度咧，佢係可以用適配器嘅。但是我在那裡說明書找不到，在那裡找不到，後來呢上去個網，上去個網呢就終於找到。我找回個網給你資料給你看看先。我貼一張圖出來就在這裡直讀，那它這個就叫直流電轉接器DR-E12， 預計送貨是3個月，港幣220元，是這嚿，是這嚿，乜都沒有，是這嚿。好了，咁另外佢，如果你要用點用呢，咁你要加個直流電轉接器，唔係，要加個小型電源轉接器。個銷號就是 CA-PS700， 呢個嘢係冇，聽講到冇，即係你200元買嚿嘢係冇用，你冇吹著，咁你要外求，你咪要揾淘寶，我哋早嗰個黑科技。咁原來咧呢隻電咧 E12 咧喺淘寶上邊咧。是有兩款的，有一款呢就是篤劈劈的，這隻篤劈劈的，它用呢就是這樣篤住它，然後這裡插火，它有電給它。然後另外還有一款呢就是旁邊的，即條線是啤死了，即是啤了在這裡，那款呢就是旁邊撕，即係撕咗塊膠，然後先可以用嘅。原來 USM 咧係唔得嘅。一陣間我拆部機俾你睇，裝俾你睇嗰時咧，你會發覺到係有咩問題。買嗰時小心啲，記住係一定要拆 pat pat， 好緊要一樣嘢。好，咁而家裝咗部機先，裝部電話先。好啦，咁而家就拆翻部機，我拆咗支麥嘅，咁啊收翻佢先。咁嗱，有一個問題就係，我其實呢支腳架咧已經好細緻嘅，好迷你，同埋好穩陣。咁好拆呢嗱呢個咧，其實今次我已經打直著咗。咁就可以換電，可以唔使拆呢個。但係咧，嗱，原來 USM 咧，如
喺呢度聽到好多機咧，就喺呢度嘅。啊，喺呢度，咁有塊鹽搣出嚟，咁可以入架啲。原來 ESM 咧係咁樣，喺呢度，個位喺呢度，喺個 pad 度。因為真係唔好意思，我未用過，我未用過呢只，所以我一直以為咧佢冇，鬧咗好多次，咁攞咗出嚟。即係同入邊一樣啊，插翻入去，當然搣咗啦，咁跟住冚翻埋，跟住咧你剔開呢個，將呢個插落去。其實如果你認為唔夠緊咧，揾啲膠紙黐黐，即係我覺得，因為呢啲咁嘅插咧，插得耐咧，又係一個好容易攋嘢嘅問題。好，咁我哋上翻部相機先。OK， 睇翻呢邊。嗱，咁之後咧，插電。呢只咧要撳，而家有呢個智能唔使撳，咁啊開機試一試。着咗啦，咁就可以解決個問題。咁就拍片啊，拍 time lapse 啊，諸如此類嗰啲咧，咁你就唔需要再為咗電池憂心嚇。咁啊，聽緊講聲啦，好對唔住咯，因為鬧錯咗你咯，冇辦法噶。咁啊，你的資料咧好唔詳盡，好唔知點講啊！咁算啦，你用佢，我都用咗成十幾年，十年都有啊，冇十幾年，十年都有。咁啊，慣咗嘅，冇辦法。好啦，咁就今日介紹呢樣嘢咧，可以解除咗好多問題，亦都好滿意。咁就好，暫時咁多。多謝收睇。咁就可能個電壓好穩定啊，即係陽啊，緊緊夠供給啊。呢樣就嚇含糊其辭咁。咁另外咧，個說明書仲有一頁咧，仲有個前面嗰頁咧，都有噶。嗱，就講嗰只，講嗰只適配好。嗱，佢呢只咧喺側邊，就唔係吉平咧嘅。我哋而家呢只吉平咧，佢有兩種嘅，所以咧買時咧，睇翻你自己相機個型號咁嚟買。如果唔係咧，就好容易中招。咁啊，點解呢個電池得嗰個電池咧？呢個係點解好細？不過呢個電池咧用咗年幾兩年，可能電池有問題。咁但係用係幾穩定，用幾穩定。咁啊好啦，最主要個問題咧解決咗咧，咁就輕鬆好多咯。因為其實你再拍片嗰陣時咧。
拍片就麻煩啲，要做個猛。其實我買咗啲猛，嗰啲猛咧就嚟裝電池啊，裝咪啊，唔係裝電池，裝咪啊，裝燈啊。咁、那個猛睇可唔可以改過嚟擠個電池落去咧？我諗理論上得嘅。咁啊揾個相機夾咧，夾個電池，我諗應該都冇問題。我重唔到嘅，咁就。